为大家呢来针对我们鸿海科技集团三大平台的布局来做说明。那首先呢要来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郭景斌先生来为我们说明高雄软体产业，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郭先生。陈市长、董事长、各位来宾、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是郭景斌，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各位贵宾说明鸿海在高雄打造软体产业的想法，这也是鸿海在高雄的使命。鸿海在高雄打造软体产业的理由有三个，首先是因为台湾的未来需要软体产业。再说一次，下一页。再说一次，台湾的未来需要软体产业，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物联网等新兴技术，有政府和企业的支持，台湾有机会再创高峰，接轨国际。第二是台湾北部硬体产业不够发达，资源已被硬体产业所占据。鸿海以硬软整合的优势，从三大应用平台 Smart City、Smart EV、Smart Manufacturing 开始，发展生成式 AI 的应用服务，扎根高雄。第三，生成式 AI 的系统及应用是软体产业难得一见的商机，也可以成为高雄智慧城市转型的最强而有力的工具。加上高雄拥有的丰沛产学人才，在 Gen AI 的典范转移下，可以共创高雄的软体产业。简单来讲，鸿海在高雄打造软体产业的三个理由：第一，台湾的未来需要软体产业；第二，资源已经被硬体产业所占据；第三，Gen AI 有很大的商机。好，下面我们都知道，台湾长期依赖硬体制造业，发展软体产业可以平衡整个经济结构，降低对单一产业的依赖。高雄以智慧城市为起始点 ，Gen AI 为创新工具，赋能企业、政府以及市民。我们希望打造高雄成为全球创新软体应用的代名词，这就是我们的愿景。此外，随着全球数位转型加速，软体和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台湾需与此接轨，才能提升国际竞争力。创建高雄软体生态应用中心，以 AI Factory 为基础，促进高雄软体产业人才发展，来平衡台湾以硬体生产为主的现况，这就是我们对高雄软体产业的画像。下一页。那生成式 AI 作为发展软体产业的重要工具，我们可以怎么去实现？得益于鸿海强大的伺服器制造能力，与 NVIDIA 提出的 AI Factory 将会是整个软体产业的通用基础设施，以 CityGPT 服务为前导，提供产官学运用高雄智慧城市的大数据，建立各项市民便捷服务，创新软体运用。最右端的服务则以建立标准界面、开放应用服务为宗旨，建立以智慧生态应用为主的产业大联盟，有良好的土地滋润，就像博尔，就会有生根的参天大树，也就是我们高雄软体产业。以上是我简短的报告，谢谢大家。掌声来请我们的郭景斌先生，谢谢，欢迎智慧城市平台，把时间交给蓝先生。陈市长、董事长以及各位贵宾，大家早上好，我是鸿海智慧城市团队同仁蓝子祥，那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简单的介绍鸿海智慧城在高雄的一个发展方向跟想法。下一页。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为什么鸿海会选择智慧城市作为一个我们的产业方向，这原因有四个。首先，第一个，这个市场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而且它持续不断在往上增加。第二个，现在的智慧城市它其实充满了碎片化的系统，在市场上缺少一个可以做城市级别的一个集成的一个大型公司企业。那第三个，当所有新鲜科技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城市之间的模仿的困难度是增加的，那这个时候城市需要有专家来协助。那最后第四点，是我们鸿海本身在过去城市里面的各种物联网，不管是资通讯产品以及电动车，我们都有设计以及制造的能力。
那我们就挟着这个优势来进入选择这个智慧城市的市场。请下一页。那接下来我想透过这几句话来说明我们鸿海对于高雄智慧城市的一个愿景以及发展方向的说明。在愿景上，我们很开心也很荣幸可以携手高雄市政府来与全球伙伴来打造一个满足政府、企业以及人民的一个进化型的一个智慧城市，并且最后做到一个整城输出的一个目标方向。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跟方向，我们首先将在高雄开始扮演一个智慧城市的一个顶层集成商，来以 CTGPD 做一个后台，来并连接整合12类的智慧城市上的各式的领域方案。最后我们再透过一个 Super App 的前台来提供各类的服务，来提供给到政府、企业以及人民各种有利的以及方便的服务方案。再请下一页。那最后我透过这一章的架构来说明我们怎么来实践这件智慧城市的框架。我们现在就抓住当今 Gen AI 技术的一个历史机遇，我们会在城市的后台打造一个属于城市的 GPT， 我们叫它叫做 CityGPT。 它这个城市的大脑将会连接包含智慧治理、智慧交通、智慧观光等12类在城市上已经有的领域上的方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连接，我们就可以解决现有市场上碎片化的一个城市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会透过一个方便的服务的平台，叫做 Super App 的一个前台，来面向这个城市中的政府、企业以及市民的三种用户，来提供各类的一个方便的服务。同时我们会在这上面建立一个开发者的生态系，来丰富这相关服务的内容的提供。那最后我们为了让这城市可以不断的进化，我们把我们今年在鸿海科技所与黄仁勋所提出的 AI Factory 也融入到这整个的设计里面。未来这所有的用户所产生的数据就可以持续不断的训练，来让整个 Super App 的服务或城市的 CityGPT 大脑以及下面12类方案联盟的算法或者说基础能力持续不断的加强，最后让用户可以体验到一个越来越好的一个服务的体验，来让各位感受到一个与时俱进、不断越来越聪明的智慧城市。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那谢谢大家。掌声谢谢蓝先生为我们说明智慧城市平台，我们说明智慧 EV 平台，把时间交给蓝先生。陈市长、董事长、各位贵宾、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是软体研发中心林进辉。我们组织致力于推动电动车研发平台成为 Smart EV 平台的发展，为市场及合作伙伴创造实质价值。下一页。 Smart EV 平台的主要价值在于解决电动车产业痛点，例如缩短开发时程、提高企业的利润，同时透过创新的技术强化鸿海品牌价值，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例如车用数据资料分析。更重要的是我们扩大了合作的范围，创造新的电动车生态系统。放眼未来，鸿海将成为电动车方案的市场领导者。我们将整合晶片及系统厂的资源，例如 NVIDIA 及 ZF，制定电动车产业标准，同时提供客制化方案，这代表鸿海在电动车领域将有更好的发展，以推动电动车整个产业的创新及技术。下一页。高雄研发团队将着重三个面向。第一，平台测试验证，我们将确保 Smart EV 平台的稳固性及可靠性。第二是场域基础建立，我们将透过实际的场域去验证不同情境下电动车的安全性。第三 ，AI 工厂整合，我们将提升平台的智能化水准，包含了深度学习、数据分析。总体而言，高雄研发团队致力于实现 Smart EV 平台的全面优化及技术升级，
谢谢大家。好，先谢谢我们的林先生为我们说明智慧滴滴平台，请接。陈市长、董事长、各位来宾、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好，我是智慧制造的罗家鹏，现在由我来介绍智慧制造平台，请下一页。首先，我要说明一下，鸿海为什么要打造智慧制造平台。第一，因为它是一个未来工业发展的趋势，也是一个蓬勃的市场，在2028年，整体的规模将达到2410亿，而且它会有一个双位数非常高成长的一个成长率。再来，因应鸿海2050的净零目标，智慧制造平台将会协助上下游供应链以及合作伙伴进行节能减排、绿色生产。同时，未来鸿海会转型成为平台的解决方案供应商，提供智慧制造、转型升级、AI 技术分享以及各种的产业升级的相关产品技术。下一页。那接下来我来说明一下智慧制造的愿景与画像。我们智慧制造的愿景是成为全方位的智慧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提供 AI 工厂生态系以及智慧制造技术，推动 产业的上下游的协同合作，共享 AI 技术，并且实现绿能、净能以及有序发展。那我们实际上到底要怎么做呢？就是要来请大家看一下这上面的画像，从上至下包含五大核心。第一，创新应用服务平台；第二， AI 的模型与算力中心；第三，工业资产的管理平台；第四，劳动力与员工服务中心；第五，工业大数据平台。这五大核心将会加动而且驱动整个制造平台的落地与实施。请下一页。那正如刚刚大家都有看到的 AI 工厂的概念，智慧制造平台将会完整的融合在这个 AI 工厂的生态系里面。请大家看一下荧幕上正中央的部分，鸿海的智慧制造平台的五大核心将会成为是一个核心，透过右边的制造领域上下游的一个结合，不管是 ICT 或者是 EV 的新兴制造，我们会结合工业大数据，再到左边的AI 工厂进行资料分析、自我学习、智能决策，再透过多元而且开放的 AI 模型以及共用的云端算力，打造整个闭环而且完整的生态系，来实现绿能净零以永续发展。以上就是我简短的智慧制造的分享，谢谢大家。掌声请我们的卢先生，谢谢您。